看到没有？看了。哎，你不要急，走近一点点。等一下，我要教他怎么装。啊？我要教他怎么装，不是叫他开机器，在开上面那个水桶，我教他怎么装。你不用这样开，你就开开好外面位置。看我这怎么样？我怎么收？我老师问你就开就行。小心手哦，那东西。其实你也可以一边装一边说，这个也可以录音呢、啊，可以录音的。你在基本上他说他在看着你。再把这些螺丝紧上是吧？嗯。这就基本上就完了。
这样可以了吗？嗯。